好吃的。奇怪的东西是什么吗？干不要吵啊！东西在亚马逊上面卖69.7哦。我知道，你一定很好奇，为什么现在听我说话？跟妹妹讲话都很小心，我怕眼泪掉出来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萱姐陈妹，就是上次姐姐有煮意大利面嘛，然后大家就觉得不太好吃啊，后来回家姐姐就也一直呛我，她就有点走心啊，就说不然我煮煮看，只是我今天不想要挑战意大利面，我想要挑战那个家常菜豆干肉丝啊，要来看看会不会比姐姐好。后来她在家煮过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可是你之前煮意大利面，大家也说蛮好吃的，可是你来这里煮就不一样。反正我就是来挑战看看。那我们等一下就要去买食材 ，Go！ 你好。太粗了。对啊，可以啦。太粗了，拿这个粉牛肉丝啊，妈，手打豆干。小包的就够了吧？总统哦，总统台式面，台美学一定是母哥的啦，一定是母哥的啦。好看。我要来腌肉了哟。第一步，把肉打开，刚刚有洗过手，倒肉出来，然后接下来要加米酒。你先喝一口。来，你看，因为你酱油那个不能太多，所以我们把一点点。对，它有些是血，你这个肉其实来洗一下。你食材卫生扣10分。好啦。哎，不是啊，你那个切太慢了。来，我教你。就乱切嘛，应该可以这样吧。超天椒超辣，越小的辣椒越辣。以前小时候都以为大辣椒才辣，后来才知道，要越小的辣椒越辣。一滴滴啊，我认真。不要吃啊，白吃啊。不是啊，是啊，好，不要再吵这个，不能吃，就这样，不要再吵，不要再吵，不要再吵。可是妈妈每次在家腌肉，我都会去冰箱偷偷吃。屁呀、啊，真的，我都会去偷偷吃吃看。哦，都是酒味，真的。节目效果，我发誓，不，没有每就是常常都会去偷吃看看。下一群切的，跟我切的。豆干肉丝要切片还是切丝？肉丝啊，它名叫肉丝啊，它不叫豆干丝。豆干丝肉丝。欸、有争议哦。啊，今晚被冲下来。现在要倒豆干，很害怕，所以我们一点一点放下去，怕会喷水。喷！哦，吓我一跳，在喷水。啊！怎么喷？哎，你看喷了，好好好，喷水了。直接拨下去就好了。不可以乱下，不可以乱下。备要备完了，这个是腌好的肉，然后还有酱油加蚝油加糖，等一下要一起炒。这个已经加过了，所以就一点点就好。还有葱、大蒜、辣椒、大蒜、辣椒。豆干了，耶！起锅了，到试吃环节，先给姐姐吃。好，哎呦，那我先就可以吃吗？我们两个已经站在这里了，很香，我就蛮香的。我们已经被味道吸过来。嗯，很有嚼劲哦，喜欢那种嚼半天嚼不动的人有福了。哎，那么好吃的是吗？我觉得不错哎，好香好香，对对。我觉得算成功哎、欸，嗯，要打分数，超好吃，1到10分，做菜的，现在会做菜的，很厉害哦，10分耶，不要关枪，认真啊，认真打分、啊。因为我现在很饿，算好吃的。奇怪的东西是什么吗？干不要吵啊！鸡在亚马逊上面卖69.7哦。我知道，你一定很好奇，为什么现在听我说话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人没有完美的啦 ，OK， 9.5分，谢谢，很高啊。我来体验一下，我觉得不错哎，来了。哎、欸，好下饭哦！那么酱是什么弄？蚝油加酱油加米酒。哎、欸，这纯正来吃。对，进步了。1到10分几分？9分。耶、yeah, ，上菜了，太没了。我最后一口，给快递姐姐吃。孙生，等一下，我还在评分，人家还在。
这牛肉呢，就是蛮嫩的。你有用那个太白粉去腌过哈、哦？那还加了什么？加蚝油跟酱油，还有牛肉。哦，怪不得没有那个牛肉的腥味，很香。这道菜是牛肉取胜，豆干的话味道还没有那么进去。对，看帅哥哥吃。这是什么？豆干肉丝。最多几分？10分啊，我给8分，因为我觉得有点咸。那配饭吃很好吃，谢谢谢谢。很尴尬哎，下一位牙牙姐姐在寻找肉肉啊，我有头发。10分里面的话有9分，咸度刚刚好。下一位要一位帅哥哥啊，这可以吃吗？可以哈，你要配肉。可以。是可以吃的，但是感觉豆干有点没熟。那1到10分几分？可是我不吃辣，所以我大概给个6分。但是是因为辣，如果没有辣的话，我可以给8分。看起来就很好吃，我觉得我会给7、8分，戒严5好了。这位龟指甲哥哥，最会讲评料理美食。嗯，这个肉我觉得很勾、很芡、很浓稠、很好吃，我喜欢。你要用我的梗来靠背。嗯，那你是？姐姐，妹妹，哦、妹妹哦，跟妹妹讲话都很小心，我怕眼泪掉出来。1到10分几分？1到10分，我觉得有8.5，我觉得可以拿去卖。那我觉得你们可以开始挑战创意料理，那种个人，我觉得你可以出个料理叫1公升的眼泪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是那个。觉得今天大家的评分都蛮高的，我觉得算成功，比你的意大利面成功。不要嘴，就装的还不错吃。如果你装的便当，你不会知道是自己做的，你在外面卖的。谢谢姐姐，给你9分，谢谢，不客气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还想要看我们做什么料理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IG 追踪起来，拜拜。Please tell me that I can't, that I won't, that I fail, that I'll never make it out, yeah. Please tell me all the bad, never good, fill my head full of every single doubt, yeah. Please say any negative thoughts, I pop off when I hear people say I cannot. I get off to the thought of proving everyone wrong, I won't stop to the top, so you better back off and...